摩耶夫人从白地藏菩萨言，云何名为无间地狱？咱们前一段讲的堕无间地狱啊，无间就是不间断，你这个受苦啊没有间断的时候，这苦啊连着苦。这解释了什么叫无间地狱。地藏菩萨就像圣母说啊，像佛母说啊，地狱有很多类，有很多种，总也是大带大铁围山之内的是大地狱。大地狱有好多呢，有十八所，就十八处。除了大地狱之外还有五百地狱，每个地狱都有每个地狱的名字。大地狱之外有五百，五百之外有千百，有十万了，还有十万，个个有各个的名号。这个住友啊，就是三界二十五友，就是有生死的，有生死的，这类的所有过去的因果都不亡啊，不亡就不亡失掉。有一个颂，专颂二十五有的，四周四讷曲、六欲天和梵天、四禅、四空、五想、五讷含，这一共是二十五有的合计啊。就是这三界二十五有，就是这三界分轮转生死的，有生有死的。在生死过程当中有堕地狱的，有轮转到五道的，不论男人女人那不分了，不分男女了，只是按他所说的造的业，由他业所受的报，有所造罪那就有地狱，没有造罪的没有地狱了。但是只限制在大铁围山之内，大铁围山之没有。咱们经常的说夜间遇到鬼，可不是这个鬼啊，这鬼出不来的了，那是孤魂野鬼，就是放焰口是孤魂野鬼，没管的，没有管的，他也有他头头，有鬼的眷属了，鬼也有鬼头头。这个是说地狱里头啊，地狱道不是恶鬼道，咱说人间所跟鬼界掺杂的呀，说一见鬼那是鬼道，不是地狱道，单有一道恶鬼道，人是人道，恶鬼是恶鬼道，畜生是畜生道。那这个一类的专指是地狱道的。说圣母啊，就是摩耶夫人问地藏菩萨说，这些个地狱说那个都有好多类好多种，那地藏菩萨跟圣母说呢，大字分，就是大字分的呀，大字有十八所的大地狱，咱们说十八层地狱啊，人间传说十八层地狱不是一层一层的，是十八个处所，
叫十八地狱，十八生地狱啊。这个是地狱时间最长的，说在人间做忤逆施德呀最重的，中等的呢500。每个地狱有每个地狱的名号。其次呢就是千百，那是一般的罪呢，不是太严重的，堕到地狱里头去。那么什么叫无间地狱呢？就是无间断，就是大地狱啊，无间断。这个周匝有80000余里，因为这给人家说法了，那人家的里程计算呢，说这个大地狱啊周围有80000余里，那地狱很大了，占的地很宽了，但是城啊是夜赶的啊，不是谁去打造的，全是铁城，铁城玉仙高好多呢，10000里高，玉仙高10000里。你要看这个城呢，全是火，全是火，有城上都是火炬。同时狱跟狱啊，地狱跟地狱啊是相连着的，只是名字不同，名字不同。那么这个有一个地狱专叫无间地狱，专叫无间地狱，就受苦无间。这个在这个阎罗王城啊，先经过处理那个城，不是这个地狱。说人死了到了阎王城那了，也是那个狱官呐，也有各城的官阶，鬼宗之官。这个地狱经讲这个阎王城，不是地藏经啊，讲这个阎王城。阎王城它也像咱们这个城门一样的，有4个城对外的。说你人要死了之后，死了之后呢，你把五蕴身舍掉之后死了，这是灵魂啊，你那个神识啊还没有再投胎之前，这叫宗运身，宗运身没有形象的啊，只有形识，识就咱们死那个意识，意识到这个城里去了。你这个罪呢呀，得经过审判呢，罪的大小啊，在这个人生之间呢，做了好多坏事啊，那层叫泥犁城，泥犁城啊，那时候还没有判罪的，刚死了之后魂失，有种夜风，又名叫巧风，说你造业啊，所造的业变成风，夜是叫夜风，随那个夜的大小，风就轻重，大风小风中风，夜大受的身量啊就大，那个风吹起来呀，夜风所吹啊，人说夜风所吹，把你吹到送那个地方去，你这个魂师被那个风，你自己感觉着没有身体了，但是你感觉着有身体，感觉自己身体大，有那夜很大，夜大罪要受的多，到处都是苦难，那个形状呢，那鬼的形状呢就很丑呢，罪越大越丑呢，
有福的人，他那个风啊，不是秀风啊，是香风。你干扰微细的用体裁，那个你就不受这个地狱道苦了，因为就怕你又转到人间呢，或者转到哪一道去了。升天的不经过地狱，升天你魂师一死，魂师直接升到天上去，没有这些个景象。这是专指地狱道说的，每个地狱跟每个地狱啊相连着的，有热地狱，有寒地狱，十八个地狱都有名次的，有七个大地狱，那个极热的全是火，有炎热的那火就刺一点，有大教地狱、嚎叫地狱、宋和地狱、黑绳地狱，这七大地狱。这可能我们受过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受过，都忘了啊，一滴神识就没有了。这七个大地狱再加上八无间，八无间是八热八德地狱，一个大地狱联系很多小地狱，说眷属地狱。这一个大地狱啊，它附属些个好地狱小地狱，跟这个大地狱相连贯的。在这个中间，这地狱中间叫无间地狱。什么叫无间呢？受苦没有间断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苦难是连着的。所以在大地狱之中的小地狱，大地狱整个的面积是八万余里啊，那一个地狱周长呢八千里。大的地狱高的总的地狱高一万里，这小地狱呢高一千里。有到太原两个半这么远，咱们到太原四百里吧，两个半就一千里了。这说它的周围，地狱当中呢，铁蛇、铁狗，像是生物一样的，它不是肉体，是铁的，它的身体是铁的。铁蛇呀、铁狗啊，吐出都是火，在这个玉墙上来回跑。反正你这鬼魂，你这鬼灵魂呢，是出不去这个地狱的。大家知道铁都是黑色的啊，黑颜色的。为什么地狱都是铁的？我是想过的，研究过他的，想到人呢，为什么造罪？造罪两种原因，我说为名啊，为啥呀？为什么？都是为一个是食，吃的东西；第二就铁，离不开铁。人的生活啊，就你身体都有铁子，撕掉铁子了不行的，像你骨骼呀，但是都属于铁一类的。咱们知道铁的性情，铁是什么性情呢？刚冷，一摸到铁就是凉的，所以你什么时候摸到铁都是凉的，它是冷的。比别的东西坚硬，能破坏别的东西。你说拿铁打刀子、打器具啊、打锅呀，说人的生活啊离不开铁。所以说这个一说到地狱的形容都是铁的、黑金的啊，表示啊，你看那恶人那个心呐、啊，残酷得很。咱们这个善人的心他不忍，做什么事啊
忍不下去心的是吧，就不肯做坏事儿，就伤人伤害别人，看着打的别人出血，有些人见着血就害怕，因为那个心地的善良的事，所以形容拿那个铁来形容人的心，所以感的报呢，说那个心呐、坚硬，一点慈善心没有，一点有缘心没有，说死了下地狱。但是地狱说火的时候多，说火的时候多，这《起誓姻缘经》啊讲，说那个受恶报的人，受恶报的人，形容着啊，就是受恶报的人呢，就是不是做的恶业太多了，他做恶业的时候，心里头非常的刚，刚就坚硬，心不远，心远了下不去手，你伤害别人，这举手打别人这儿，心里下不去手，就是慈善的意思。那刚硬的心呢？他打到别人那，别人痛苦啊，那流血，他高兴了，就他那个心呢、非常的，就是没有人性啊。咱们接触话，丧失人性的，是不善良的意思。那他死后了，一定感到恶报。恶报，恶报大概地狱都是铁成的。地藏菩萨说，地藏地狱啊，铁、石头、火，就这些种组成的，一切恶具啊，那个不受罪的器具啊，都是铁。狱中有床，监狱也有睡，也睡觉嘛，那个床可是受罪的呀，不是舒服的呀。床好大呢，遍满万里，这个地狱啊有 大小一万里啊，这个床就是一万里。一人受罪，看见你这个身呐、把这床占满了，自己见到他的身遍卧满床，身量越大痛苦越大呀。但是假设有千万人受罪，也在这个床上，也是遍满床上。这个床可是受罪的，倒在这个床上睡不着觉的，是不舒服的。这是什么呢？罪业所感的。人做的业不是一种，人的一生几十年，你起心动念项目不同了，我们现在的善念多，恶念少。当我们一起恶念了，我们用三宝教授我们的方法，我们就把它对着了，让它消失了。那善念呢，我们就继续让它增长。恶人呢，做坏事的人，你要接触那一个坏人，他举心动念呢，尽是坏主意。我在监狱头有一个那个那里的坏人就多了，最恶的，大家起个外号了，说三天不害人呐，走路没精神。他要不害人，他吃饭都吃不下去了。怎么害法呢？监狱他怎么害到人呢？他一会儿向这个管理员报告，某某人呢反动了，在这说反动话了，瞎编一套，就给你害别人。哪个不他对哪个不高兴了？你听哪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恶人呢，表现的特别突出的了。那里头还能这么害人吗？就说是打报告，让别人受罪，
他一报告，管理员就把那个人呢调出去了，到处特别监里头上刑啊，各种刑具都有，类似这些重这些个，我是拿这个来形容着，那些受罪的人呢，受的苦难很多呢，苦难很多呢，反正六根都在受罪，但是这个地狱没有肉体啊，这精神上感觉所受的罪苦啊，都是精神的感觉，这是化现的化身，化身感觉着，由于你果报，那是自己的果报感的，所以那些个那个铁的形容着床，乃至恶鬼夜叉，是你自己的业所现，实际上没有，那时候能不能觉悟啊？那假使说你还有意念着念一声地藏王菩萨，地狱马上就空了，那个地狱就没有现，那个现象就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没有了，地藏王菩萨想不起来了，不现前。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感觉啊，我们睡觉时候如果说做一个不好的梦，那个梦碰见狼了，或者碰见野兽了，或者碰别人来害你来了，抓你来了，那你是不是要想到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，随便哪一佛名号，哪个阿罗汉名号，你一念马上警戒没有了，那个噩梦啊马上警戒空了，下地也是那样子，想不起来了。如果能遇念三宝的时候，你也下不到地狱了，到了地狱什么都忘了，那个神识当中啊什么都忘了，要么做那梦遇见什么那境界相，如果你念佛号的时候一念马上就醒，这个地狱里头千百夜叉，夜叉就是鬼了，有夜叉鬼啊，夜叉鬼或者叫那鬼吧，那鬼啊，口牙入剑，他口里的牙齿啊像在人间那个宝剑一样的啊，杀人的力气一样的，你看见就害怕，眼里头是鬼火冒，就电光电力，电力是怎么来的呢，是夜里发现的，那个电力也不用这个火呀风啊水呀，不用这水火风发电呢，也不要火力，自身带电，叫夜风电，夜障电，也有石子，那像铜，都像铜铁爪一样的爪子啊，来抓这个罪人，偷这个罪人。佛有夜叉，自大铁戟，纵罪人身，拿那个铁戟往人身上投，往这个罪人身上投。毁送口鼻，或者扎到口上，扎到鼻子上，毁送去腹背，有时候那些个恶鬼把人飘，把那个人的魂使啊，罪犯罪人呢、啊、抛到空中去，或者把他搁到床上，这形容词啊，形容受罪的过程。佛有铁鹰，这人间的鹰嘛，咱们看到了，人间鹰并不敢抓人家的眼睛，对，但地狱的鹰啊，专抓那些个罪人的眼睛，他以罪人的眼目为食，还有铁蛇缠罪人的颈项上，百姿者内吸牙成钉，人的身体每一个环境上就长钉扎进去，钉得精准。
把那舌头拔出来，那里头啊，经历那里头，经历的舌头，那舌头变得很大，夜色感，夜色感，嗯，抽长错展，嗯，我那时候治疗那个这个癌症的时候，啊，医生把你肚皮划开之后，把肠子拿出来，我好了时候，当时是麻药麻醉不知道，好着我看那照片，我这就是地狱，抽肠错展，把你肠子离开，有癌细胞给剪断，有癌细胞剪断，一寸一寸，升陷地狱，等于下地狱一样啊。但是打了麻药针了，不知道痛。那麻药一过去呢，那滋味就很不好受，那就痛了。嗯，那么痛了怎么办呢？念圣号啊，啊，念了一阵，观音菩萨再念地藏菩萨，所有菩萨佛号都念到了，那还是痛，那紧念吧。医生说打麻醉药，我说麻醉药没有念圣号好，念圣号念念他就睡着了，神志啊也是麻醉，比麻醉好，麻醉了麻久了神经受伤了，如果麻药久了你神志受伤了，所以这些个罪啊，咱们在人间有时候现象都有，在人间有时候都有，监狱里头有些个形相类似，抽肠错展，把你肠子里那鬼吃的，那是魂使了，不是真正的呢，把那铜啊铁呀、啊、烧成火，把它化成滋子在口里灌去，一灌去那个灵魂又烧死了，烧又化现，死了又化，死了又化，就这么受苦受难，热铁缠身啊！这个苦难是哪来的呢？自己造的，知道这个苦了就不造了，不造了就没有了，你不造业就没有。我们经常说到地狱里的去还能念佛吗？他不能念佛了，能念佛下不到地狱，一到那里去三宝早都忘了，这是一种。而他也不信三宝，信三宝的他也不会下地狱，这两方面说。他地狱里经好长时间呢，一劫、嗯、在这个时间满了，那罪受完了、嗯、就出来了，没有戒没满，业没消失会儿，求出无期啊，那不是像人间的判你好多年，没有期限的了，就是业消完了，旧业消完了，新业又来了。为什么离开地狱完了又回去了呢？他不记得了，哪能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所以阎罗王就问佛呀，这第八卷上，地藏菩萨把他度脱出去了，他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他夜戏。你们做坏事的人呢，真是不可想象。这我们信三宝弟子和我们做善事的人，可能作恶的不真不可想象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在厦门南普陀寺，我们的前头有一个那个一个四肢不全的瘫的，俩腿站不起来的，靠俩手走地下爬。我劝他做点好事，他坏的到这样程度还在做坏事，
怎么做坏事啊？人家汽车来了或者干啥，他就在那汽车站着，他不瞪，你敢压他吗？我都说你往旁边躲一躲，我干什么让他过呀？他给我钱我都让他过，我人家在汽车里头给你什么钱呢？你一直看不见把你压死，就是谁压死我谁负责，多坏呀。坏那个时候，或者你走路上去，或者特别是女道友到庙上烧香的一个妇女，她拉着人家不让人家走，你不给我钱你不要走，你也不敢打她，那个残废的就两个手能动，两个腿全摊到一起，两手拄着脚。我说你坏到这个程度了，你做点好事嘛，让他念念佛。他说我够倒霉的了，我还念佛呢。他说我念佛的比那个比他还倒霉，他怎么看法的？类似这事很多呀，咱们因为人心的善良，但是咱们想，有些人讷得很，真讷得很。因为在法人寺，我在法人寺，在佛院教书时候，我一个老道友，他在那守门，在法人寺守门。他跟我讲，他看见一个老太太领个小儿小孙孙，他就问他说他妈妈，他说他妈妈都死了。他说那你们两个，你也太老了，这孩子很小，你这样多困难呐。说你我那有个空房子，我现在回庙里住了，你到我那儿住去，让这小孩啊学佛法出家吧，你也有个地方住生活嘛，我来照顾你们。那老太太说什么？她说我们讨口子就够倒霉的了，你还要么去当和尚啊？你说她怎么看的？她把当和尚比那讨口子还倒霉，你这不是业障啊？社会上你到处都可以看见。咱们因为信仰三宝，功德无量，福德无量，但有些个你跟他念佛，他把两耳朵堵上，他不愿意听，你说他业障重不重啊？说你要没看见那个业障的人呢，你可以看看现象。咱们因为这是无上的功德无量的，他那个业障处使他了，业障处使的，因为那什么呢？这叫业障。如果咱不认的业障，看看嘛，看看社会的人，看看现象，特别到监狱里头。我们在台湾，我每次到台湾，净耀法师都领我到监狱去，他跟那几个监狱都很熟，给那个罪人说法，他问你问的很多问题啊。不是咱说想象的，真叫业障重。如果咱不知道业障轻重的话，看看社会上的那人呢，你说转化他，让他做好事，他连一句圣号都听不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就可怜，可怜他那个业障，他那业障把他脏住了，就在地狱里头万死千生，过去所造的业，那讹人呢，害善人的时候，那手段太多了。所以这是地藏经上这样说，咱们到过地狱出来不记得了，怎么能说？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到地狱，他看见那众生造业的时候，说这个时间经好到长时间呢，动静一结呀，想求出来呀，那时间长了，求出无期。那这个世界坏了，成住坏空四大劫，整个的世界坏了，地狱还有吗？地狱
也坏了，计生塔建把它转移了，这个世界坏了，成住坏空嘛，这个世界是空界坏界。那业力，他的业力所感自然把它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还是地狱。那个世界又坏了，又把它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等到这个世界，他原来这个说不世界地狱成就好了，又成了，又把它转回来了。就这么反复来回的转呢，不会空的。说地狱不空，说地狱不会空的。这就世间上讲啊，不是咱们讲金刚经啊，金刚经是本空的啊，那众生的业不空啊，有业就有地狱，众生不造业了，地狱没有了。众生生到这个世界时，这个世界是有地狱的，你生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地狱了，根本不存在空不空的问题了，那个都是作善的。极乐世界不讲恶鬼，也没有地藏经可讲，只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无间罪报其实如是，说是你要造了无间罪了，他所感的果报就这样了。地狱在哪里呢？阎浮提的下边，就咱们南瞻部洲的底下。那时候坏的时候，从地狱先坏，一直坏到初禅天。二山是空的，三山是空的，空还坏上，没有坏界，坏不到空。从地狱开始，地狱坏了，坏到人间，人间坏到空。咱们讲《大乘起信论》上讲，要能知道真如一性法界，不要动，动在有苦。一动苦难就来了，动已经受果了，是因动而产生的果，不动不动没事。说业相，大乘讲业相，业相一动，说起心动念就感果了。那你要念佛呢，善念也是起心动念，那你生净土世界去了也感果，果不同啊。这个地狱是在南浮提的下面，感到一种劫难的大火的三灾八难的时候，火灾的时候先坏地狱，地狱就转移到他方。火灾起的时候你受罪还没满呢，都转移到他方世界去了，有受呢，就是辗转相续，无间嘛。反正你受苦没有间断呢，不受大三灾的影响，这是一种大地狱啊。各位要总说，又无事业感，故生无间，又五件事。做错了，感应你，日夜受罪，没有间断时候。咱们讲戒律，讲沙陀部、沙婆多部的时候，他地狱的名字有不同啊。第一个叫等活地狱，第二个叫黑绳地狱，第三个叫综合地狱。第四个叫教唤地狱，教唤有大教唤有小教唤，
第五个是大叫唤的月，第六个就是热，第七个是纵热，第八个叫无灾，无灾就是无间断的意思，是就是八大地狱，八大地狱，总而言之受苦永远不会间断的。哪些个无间断呢？五种：日夜受罪，无论黑天白天，也没有时间受罪不停，没有间断的时候。第二个呢，就像那个床一样的，一人一满，多人一满。这个地狱啊，说受罪的人不多，不多也是满的，一个人也满，占满全地狱，多人也满。所以地狱不空，不空是不间断，永远是满。因为他做那的事情啊，很尖利，很锋利，看到众生发脾气造那的时候非常的猛烈，受地狱苦也入世，也入世。第三个那个罪受罪的器械啊，叉呀、棒啊、什么鹰啊、蛇呀，器械有些个是化现的啊，不是真正的，都是铁的，铁蛇、铁狗、铁狼，而且他身上都带火。堆魔去凿，厕所护堂，铁网、铁绳、铁炉、铁马，全是铁的，就是你的业呀、化现。伸个烙手，热铁浇身，鸡吞铁丸，你要想吃东西饿，那吃铁丸吃了就化了，铁丸吃到肚里还不化吗？一化了又化下了，这个死了又化下了，一死又化下了，不停的化现变化。从年境界属怒又土，苦处相连更无间断，或者一个时间变成无量无量的时间，永远没有间断的，因此就叫无间地狱。四者不问男子女人，没有这个相分的，没有什么人的种类，部分的敌人呢，或者是汉人呢，好慢慢回荡，没有民主，没有种姓，没有男女，没有老教，我们老的小的平等平等，什么富贵了贵贱了，龙啊神啊天啊鬼啊，一到这个平量受那个业报的时候平等，五道众生，反正你业障发现了，该你受报的时候了，没有间断的时候。要堕这个地狱里的时候，第五种，从你最初入的时候经的时间非常长，有百千劫，百千劫时间很长。这个跟大家说过几次了，人的寿命啊100岁，每一年争一岁，每百年争一岁，争到84000岁，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的寿命10岁，在这一争一减叫一劫，10个争减叫10劫，100个争减100劫是百千劫。在这百千劫的当中，一天一个夜间万死万生，一号死了一号生了，一号死了一号，你受刑，一受刑死了，
死了又生，生了又受，受了又生，没有一念念间断的，都在受苦。说这个业还完了，说欠的债还清楚了，那又受生，那跟你还有福业呢，跟你的福业受生，受生的呢贫富贵贱受妖不一定了，也是根据你的业报，循序连锁不断的，没有间断的时候，所以这叫无间。说到这儿了，地藏菩萨跟那个摩耶夫人说，摩耶夫问他地狱啊受罪的形象啊，地藏答复就是这些个。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呢，无间地狱出说入世，说我大料的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子，要把它开广的详细一件一件的说，他的罪气，他的名字，他受苦的事情，我说一节也说不完，求说不尽。若用语言呢来把地狱所受的苦啊就说不尽了，时间非常长。就是这一段，就是摩耶夫人问地藏菩萨地狱的受苦现象，地藏菩萨简料的这么答复了。尔时地藏菩萨白佛言，在摩耶夫人问完之后啊，地藏菩萨向佛表白说，世尊呐、啊，我是成佛为神力，说佛加持我，我使我的身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就是有众生地方，有地狱处方，都有我的身形，都有我在那儿去救拔这些个业报众生。但是呢，这我感到是佛的加持力，以佛的大慈悲加持力，我能做这些变化。这表现我所能到地狱救度众生的，是因为佛的加持力，佛的神力加持我们。这个名词我们都不大不发分析了啊，主要说这个苦难的事儿。因为我现在能在地狱度众生，就是无量诸佛加持。那现在对释迦牟尼佛说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加持，也不是佛的加持力呢，我这种慈悲事业做不成，承赞佛的功德，就是把他所有利益众生事，把这个功德推之于佛，就是过去了啊。那现在呢，佛又嘱托我，佛又付诸我，说到阿逸多成佛之前，在这个中断的时间，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，但是这个弥勒菩萨翻的不同，这个阿逸多翻无能胜，没有能再胜过的了，他马上就成佛了，说他名字叫无能胜。无能胜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弥勒。那么呢，佛嘱托我在弥勒佛没下生度生之前，在这段时间，佛令我来度阎浮提这些众生。那么请佛你放心，我一定做得到，威严世尊，你不要顾虑，远不有虑。那就是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嘱托，他在这个时间利益娑婆世界。那佛又对地藏菩萨说，
佛告地藏菩萨说，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呀，说现在这众生没有达到解脱的时候，没有把业障消的时候，就是性时无定，他那个时神呢没有一定，一会儿信了一会儿不信了，一会儿做善了一会儿又做恶了，恶习不改。由于过去的恶习，他造了一些事业，恶习解业。由于过去的习恶习造成他造业，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啊。我依着佛的教导，我知道想成佛想修道，但是你烦恼不断呢，烦恼就是过去的习气啊，过去作恶的习气，它不使你向上，它从前给你做障碍。我想每位道友都体会到吗？我们现在想求解脱，不被烦恼所束缚，心里的事这样发愿，那一会儿业障发现了退堕了，精进不起来，乃再加上生老病死苦，生死什么做不了主的，还有病，病不能自己做得主，在病中啊要治得主，不为病患所困，能够修道要念佛呀，成名号最好了，或者地藏名号，成阿弥陀佛，我念观世音菩萨都好，地藏菩萨接受佛的教授嘱托利益众生，但是众生并不能接受啊，并不能接受，还有谤毁地藏菩萨的，他不信，不信啊。佛说上文所说的地狱苦，并不是鬼啊，地狱不是鬼道啊，一定要分清楚，是地狱道。到堕到地狱去是没有你的自由的了，你咋到处游晃啊？行啊，鬼道有自由，他可以到处走，地狱道不可以。而是佛有嘱托地藏菩萨，让度众生，让向众生解脱，很难呐、啊，不是容易的了。众生的性情啊，不定了，一会儿又好，一会儿又坏，并不是他一闻佛就定了，办不到。尤其他过去那个习惯势力，使他作恶，成了他自然现象。例如说开口骂人，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啊，我们三宝弟子不会开口骂人的。有些他的地区习惯，就我们这老和尚那么出家道友也经常骂人，为什么？他地区的习惯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我在四川，四川人见着人，儿子跟老子也说你个龟儿子，他成了习惯了，跟谁你个龟儿子，这口头语，无论任何人都跟你龟儿子，都叫你龟儿子，这个就是讷言呢、啊，骂人嘛。你儿子管老汉叫龟儿子，你就不骂老汉吗？他的风俗习惯，不说龟儿子不说话，你来怎么讲？没办法。还有那个，我到一个阿哈地区，这在黑龙江的北部，北部跟俄国交界地方，地名叫阿哈，语言很少，咱们叫爸爸妈妈嘛，他连叫爸爸妈妈都不叫，就是老伙计，
那爸爸妈妈管儿子叫小伙计，就叫老伙计小伙计，两句话就代表了。你听着很别扭，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懂，这语言的问题啊。因此这个呢叶啊没办法。你像我们东北人现在没有了啊，开化了，文明进步了，妈了巴子，不说妈了巴子不说话，阿拉巴子什么的是免票，军人呢坐火车不给钱，开口就骂人。那时候我小时候有两句话，后脑勺子是护照，妈了巴子是免票，我们后东北人没后脑勺。后头是扁的，不给钱，很讷呀，野蛮似的。现在不行了，没有这个了。风俗习惯自然就造业，自然就造业。讷口，很多地区讷口，他那地方风俗习惯，类似这样的地区很多很多，语言随时在改的。我活的时这个时间也不长，我看着各地方语言都在改，东北以前的语言没有了，说是你现在这国际上开放，你见过你个龟儿子，人不打你才怪，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才怪，你信不信啊？人说你骂人那口，你不改也不行嘛。风俗习惯呢是大家共同的，但是这个讷习的解业这个习惯，我们每个人一举一动语言身体的行为，身三口四意三，现在的做贸易，我们跟这些贸易的弟子说，我说你都是真诚的吗？他说不敢跟师父说假话，哪能都是真诚的呀？我想赚钱嘛，我真诚我还赚到钱呢，就是这样。过去这个毛巾是棉制品，现在是化学用品，很多化学能够治这些东西，咱穿的衣服很多化学制品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吗？是皮毛也是假的，药材也很多做假的，那有效果吗？所以讷习解业这是惯例，业的力量你没办法，经的时间非常能动静一节，迷惑障难。佛跟地藏菩萨说，佛说一些智慧人说度众生啊太难了，要想众生都解脱不是那么容易，解脱有两种，解脱有念解，有时候念解脱，人家把我们捆上了，我们把绳子改开了，脱了，解脱。那解脱呢？这是烦恼，说把我们的烦恼啊，像绳索把我们捆上一样了，我们把它解脱了。说现在我们心理上经常的烦烦恼恼，不是愁吃啊愁穿啊想发财呀，但是我们出家人没有了这个思想，没有了，哎，你还要想成道啊，想断烦恼啊，你想精进想多念的佛多办佛，那身体不帮你忙，你心里的想做身体做不到。我们就说我们念经，在佛给我们规定的
没有休息时间，中夜的时候读诵大乘，但是你精力没有那么大呀，你念念就睡着了。你看很多念经的时候，念经睡觉就睡觉，甚至要佛的时候，这走着都能睡觉，一边跟着你要的人都睡着了，这是障碍啊，这睡眠盖呀、睡眠盖呀。说你想要了道，要解脱，他并不会跟你一样做。心里想的不错，心比天高，那业呢，业比天更高，那就把你这个障住了。我们每位道友都想精进吧，都想了生死吧，都想断烦恼吧，就是断不了烦恼，不断不断还增加。所以讷习呀、跟这善习呀、两个非常的难。所以在我们占察经上讲啊，由于无明慈难来熏习你，就是你的业重，你没法断除。等你善业要能把讷业断除了，结了善果了，这就带大乘行论二种熏习，这些才能得到解脱呀。咱们是以善熏讷，善法的增长，讷习呀、讷习惯呢就消失了，消失了。这个我们道每位道友都有感觉的，你做讷事做善事，至于你遇到什么环境，你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你受什么熏习了，但是环境得你自己选，得你有善根的选。说你在捕肉寺里头要想杀生，要想吃荤的，那办不到，这个环境不许可的。你在社会上可就不一样了，你到那打鱼的乡间，你要不吃鱼，菜蔬很少的，你屠宰业的当中，看你在什么环境里头，所以环境由你选择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熏习力量非常大。咱们都知道西孟母在临处啊，他的妈妈带着孟子的时候，最初住在那屠宰房，那个孟子就学的怎么杀猪，怎么杀羊，怎么杀畜生啊。他妈妈就干这可不得了，后来就搬了，搬了就搬来搬去，搬那个读书的地方，一个小书院的旁边啊，他就跟着那些小孩学读书去了。说灾临处，说熏习的力量非常大啊！像咱们在普照寺里头，你都是善业熏习，那的你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。说微善微讷呀，是根据客观环境形成的呀啊！人呐，就像那个，就像那鱼啊。有水一样的，鱼有网一样的，那把那有网你把它放生放了，它又把它抓回来了，离不开。就像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脱入展出，也有脱了离脱的时候，暂时出去了，它后来又回来了，就像那鱼有网似的，脱了又找网把它网住了。佛跟地藏菩萨因为这种原因，以是等辈无当有念呢。我所以感觉着我没度完的众生，这些个众生啊，我对他们还是有念的。把这个含义
告诉给地藏菩萨，汝既必是王愿，你虽然是听我的嘱托，但是你自己发的有愿呢，你要把你过去的愿完成啊。说累劫纵使，每一个时间你又发愿，每一个时间你又发愿，就是累劫纵使，说地藏不自身啊，广度罪辈。现在根据你尊度我的主说，再根据你自己的意愿，广度未来的众生。正在佛跟地藏菩萨说这段因缘的话的时候，嘱托地藏菩萨，这个会中有一个大菩萨，摩诃萨大菩萨讲，这个大菩萨就定自在王，他就向佛请求，白佛言世尊，说地藏菩萨累劫以来，他发的都是哪些个大愿呢？佛这么赞叹他，说他现在蒙佛殷勤赞叹，佛赞叹完了又赞叹，赞叹完了又赞叹，什么原因？他说：“唯愿世尊料而说之，大概的在会中说一说。”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定子王说了啊，尔时嘛，就是在地藏王菩萨请求的时候，佛就跟地藏王菩萨说：“替听，替听。”反正加替呀、啊，请你注意，不要在事上想，在理上想，替是法理啊，真理啊，就是替听，替听，善思念子。你听完了要用你的智慧考虑判断一下，判断什么呢？等我跟你说，我当分别为如举数，我一件一件跟你说，说说地藏菩萨的过去功德，还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的。今天讲到这里。